大家好，我被丢包在公路旁边啦。今天是要来这边生活的第一天，但是公车把我丢在路边，我该怎么办？哇，该怎么办？工作。啊，我们走下去好了。往回走。明明公车会带我到市中心的，结果。我太早下车啦，我以为这一站就是啊，啊，我在香港，诶，我试试看啊，喂。算了，用走了吧。诶，我记得按 N 是讲话啊，喂，没感觉，有大小写，喂，没有。旅游吗？没。哇，该用跑的啊。我还是很气，公车把我丢包，他也没问说到了没，就按了铃啊，也不能怪司机呀、啊。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去问对面的人好了。Hello，Hello。你知道怎么走比较近吗？走那边吗？等一下，我有下按键，真的不能按诶、欸。就是那个、哦。那我这样讲话应该有用啊。等一下。先让我可以讲话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去求救。这样讲话好像还是没有用。
好，现在先不演戏，反正我先研究好再来演戏，等我一下哦。这个吧，还是我没开，我根本没开吗？声音，喂，我根本没用到啊，语音测试，按键通话。等一下，喂，不是，我是应该先设定好再讲话，影响 NPC 啊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再设定。还是应该要这样子啊，再试试看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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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啦，我就是在演戏啦，哦，只是我在研究要怎么开口讲话而已啊。往那边走吗？好，谢谢。好了，不理你们了，我自己去演我的戏了。跑一下，下坡比较好跑，但是很伤脚。哇，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走马路的话要走逆向道，因为你看得到车子。如果你走顺向道的话，后面来车你看不到。哇！继续跑，跑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好喘啊，好喘，好喘。为什么上班的第一天还没找到工作就要这么累？声音是不是太小啊？等我一下哦。好了，我耳朵听得到声音了，太好了。我的名字叫什么？看一下哦。
跑起来，跑起来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我们成功了，跑走了几公里，好累哦，是不是应该去买点喝的跟吃的啊？我的天哪！欸，我先跳脱一下，我会不会跑到的时候就已经渴死、饿死了啊？因为现在要先去救治，可是我觉得我会饿死、欸。过马路。嗨，你们好啊，请问可以载我下山吗？抽烟对身体不好哦。啊，下雨了，我要避个雨，我要避个雨，我要避下雨。我再淋下去，我就真的光头了欸。看一下哦，划个手机。啊，真不想出门啊，下大雨。啊，好麻烦哦。怎么？偏偏碰到下雨，而且还是太阳雨，哦，好亮。感谢发喽！哇，这样我聊天室位置要换欸。放哪都不对啊！你好，啊，关掉，先关掉。